开这两份包裹。这个是我闺蜜送我的生日礼物，然后里面有这个贺卡，然后礼物就是这一个相框，所以这是一份手绘相框，就你可以把你自己的照片或者是和家人啊、朋友、男朋友的合照送给店主，然后他们就会根据那张照片绘画出来，然后再放进这个相框里面。像我的这一个就是我和闺蜜的合照画出来的，上面呢还有一段句子， A sweet friendship refreshes the soul。 就我对这份礼物是非常满意非常喜欢的，从刚才拿到包裹的时候就已经很迫不及待的想要打开来看了，而且店主他们真的很厉害，画得很像。我会把那一间 IG 店的名字放在 description box 里面，然后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看。对，
耶。麻吉。